为什么老板娘的早餐需要仪式感呢？哪有？给各位看一下，就像这样子，很有仪式感。要拍照。吃饭的时候，然后那个色香味俱全都很重要。嗯。会影响到吃东西的食物。然后我们，像再讲一下哈，我们装的这一个，像这种太阳能控制器哈。一般市面上你如果买那种软板附的、哦、那种控制器，说真的它能充电的效能说真的还蛮差的啦。那所以老板娘又去换了这一个、哦、这一个是啊，大叔你又讲错，不然呢你说我又讲错了，你真的很奇怪。好，来，买东西就是这样嘛，从100块到1000块都同样的东西，哦，影响到它的效果，不可能说不用钱的效能会很好。对啊，那我们如果想让它那个吸收什么更多资源，是不是自己要再买更好？对啊，它没有不好，它只是效能只有30%。那我们如果买好一点，就是70%-90%。哦，了解。对，那现在他在干什么？他在做这个充电。哎，我觉得。我这里还可以再装一个吗？嗯，这里还再装一个，可以吧？这个再装一个在这里，因为我这样子才可以比较那个同时充两颗啊，我们有两颗对不对？我再把软板的丢出去啊，哎好，我再拿一个帮我装在这里。不是，你应该说我再装一个那个一般的，一般的，但是一般的那没有纸啊，没有树脂啊，它这个有树脂啊，你看这个为什么？有啦，一般的也有树脂，没有这么的清楚而已啦。不好意思，它没有显示你现在充电器。哦，对对，它是没有这个。啊，没有，你怎么看？哦，对啊，啊，不然再去找一个另外一个厂牌的充电器。哦，哦，你说那个？哎，不要，用这个就好了。我们现在是要比较，哎，我觉得要同样的，因为你是要有比较软式跟硬式的。对，软式也没有不好啊。哎，人家有的车。哇 ，Michael 好贴心哦。Michael，真的啊，那个，那个。全世界最贴心的男人啊，你看老婆还在化妆，他就帮他弄早餐过来了。要干嘛？随便不要。莫怪恁小姨吼，要对你出来安尼艰苦啦。我嘛头一届尔，我嘛要买着看了的。也对，拢对你出来艰苦吼，这个叫什么露宿街头啊？哎呀、啊。街友，哎、欸，你们两个是街友关系。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办法赚钱，所以先习惯的不能赚钱。你这样讲很有道理。哎、欸，对哦。对啊。我们把所有都听起来最。不知道哪一天会怎么样。车伯的精神哦，我没有找到另外一个精神。你不晓得你哪一天不能赚钱的时候哈、哦，你就已经开始适应。在野外生存。哎、欸、来。野外生存的。哎、欸，我不要。不用啊。不用。给你。那个给你的、啊。我们无仪式感啊，我对他那个就是外带杯啊，给你盖子吗？你的杯子会比较有仪式吗？你就永远是这个麦克杯。这外带杯啊。你的杯子就是。嫌弃我。对啊。我没有嫌弃你啊。我你妈怎样？你不你妈怎？哎，没有拎黑嘞。没有啊。哎呀，嗯。嗯。我是讲你要不要体验咱两个做来北山门哩？对，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难。啊，今天纸板哦、喔，我常常睡没有纸板的，像今天天气就这么冷，又没有带外套了。我外公，我那不是早起的，针对那麦当劳，嗯，做个羊滚，我帮我烤。你在很累的时候你就睡着了，还是照睡哈、喔？反正梦中刚一夹一把嘛。还尤其有时候要转机啊。你有看那个蚊子没有吃饱的，大家都让它吃饱，蚊子就走光了。对不对？可能较无梦点，我有诶梦点怎啊？你看看规暝咧百梦，你讲困未去？原来各个毛梦，各摆讲讲英语诶。你看我们的东西多不多？不多，就只有那两个。两个抽屉。两个抽屉而已。欸，如果说你今天是买 Ocean 的，你知道它下面有一个大抽屉，它旁边还有边柜，它可以放很多东西。真的啊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就够用了。那为什么每次看到大家的车子那么一堆？为什么？我刚刚嘛做丢物件。你的两卡阿维桶啊？系啊。我要看个相出来。看个相出来啊、哦。你如果说我们自己
然后无伙伴呢，不能诈骗很大。就简单的啦吼。哎、欸，没有伙伴就会带很多东西。啊，如果有伙伴就。有伙伴的，你大概两三亿的诈，就不会这样诈。啊，无嘛。啊，我这拢不会诈嘞，不然啦。啊，你其实，哎、欸，你其实你看，你嘛无干嘛，我来欠啥物件？你当广告语无？对，我们家小孩上字幕会上到想哭哎、欸。对，他。欸我这个我要讲一下，哎，讲一下。我们都说国语对吧？哎，啊，温金茂都推行说台语。哦，是哦，好了，那你讲台语好了。我都要讲阿对。没记。多阿嘞，拉迪赛啦。哎呀，你要吃这个、啊，这边还有那个呢。是他的不是吗？啊，哎、啊，不忘记给你拿过来。你的在那边呢、啊。吃不下，啃不下。这个豆杯啊，豆杯啊，儿时的蟋蟀，儿时的儿时的记忆，现在跟各位讲一下，为什么这个保温杯这么好用？因为它可以拿来洗澡，可以拿来煮咖啡，还可以拿来讲故事，先搅拌个龙头，灌蜥蜴。真的吗？以前我在小孩小时候都在灌豆，真的、啊，嗯，露营的时候是、哦。哎呦。我这很快就会出来的哦，因为它的洞不够深，有没有看出来了没？有没有看到头？有没有看到？我骗你！你用这个，这个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就是没出来。等一下，老鹰说他要负责塞那个料在里面，那你要负责炸。这个我们乡下哈，那个板德哈，常常会出现的一道料理，就是炸蟋蟀。结果现在还有吗？要养殖的啦。哦。野生的听说比较好吃啊。这跟田鼠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啊。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了，我们今天灌给大家看。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那就去街上买。这下无啦。有啦，一点乌龟啦，那边冷热啦。以我大叔个人的。多年来灌大杯鸭的经验，然后半个钟头后讲话还不一样，哎、欸，真的没出来。你怎么把我后面的台词都抢光了？你这只做得塌的呀？有。你白背亏的吧？没，我背亏的。有了，看到了没？有没有？我那个水壶的叮当，你是有童年了没？来，我找你来。不，等你，要不，你细心。你我想你要等啦。我之前都用霸罐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有童年，我无童年嘛，我找你来了。行，一个给我试一下，你也无我试一下，三五分钟对吧？就灌了一桶阿碧桶了，水还没。放了个屁！这个呢，这只个呢，都叫伊刚才空塌嘞，大叔讲乌龟啊。我见了乌龟个。哎呀，够我一个时间啦、啊。够你挣扎一下。够我挣扎。就大叔卡。我拄则讲，为什么伊哩甲我讲，伊哩甲我讲，特别特别啊？原来他刚刚看到那有几个洞啊，你知道？我后来去那边。嗯，刚刚那个土堆我们拨开了。这有点湿润了，就有。靠，这无底洞啊！这好干哦。好。有蜘蛛哦。在哪里？那直接倒好了，我们遇到一个无底洞。哎、欸，这刚刚上大缸嘞。哎、欸，是不是啊？再来。农民茶的滚呐、啊！好，再来。我靠，这个洞太大了吧！看来真的要出动阿飞桶了。哎，我刚才有吃个甜啊！我要修嘞、欸。我们以前小时候还曾经灌这个大杯啊，灌到一半那个蛇跑出来，大家惊到。哎，你安尼搁要灌来吃，我看这有困难嘞。用买可能较少。这可能无人买，怎么可能你做上感觉？对啊。哎，无呢。
就是好玩而已。有就跑出来，我为了提阿伟同来跑去啊，带饼好吧？好啊，今天嘛，全部饼一只啊吼。啊，无这个皮毛都，这皮毛都干。哇靠，你这个太会吃水了吧。我们 Michael 真的拿了 iPhone 桶，准备要跟他拼了。这个好啊，李工匠，这个碗，嘿嘿，那个碗不是你在泡茶的碗吗？你常吃饭那个碗吗？原来它还有一个功能，也是灌豆杯啊。嗯，没有，它是一个可以拿来吃东西的，还可以抓食物的工具。你刚才哪边去？没去挖蛤蟆啦，没去钓鱼啊，没去捞鱼，可以用这个。你真正的放弃啊？就迄个无啊，迄有管理就再就倒回来。这紧你都放弃？伊那大坑啊！这个就是要持续一直灌，一直灌，一直灌。一直灌吗？因为他会喝啊，他会把它喝光啊。你都不相信？他会撑啊，撑很久啊，他才会出来啊。我一直讲切我路。这叫一个坑，你看，这一个坑，有无？有无？哎，对。这是啥子啊？啊，树葡萄。就这样子吃吗？就跟那个在阿公阿婆一样。哎、欸，有啦！你看，你看，有没有看到头？怪你自己好了，你以为他那么笨，这么容易？哎、欸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这个没有出来，我就跟你同姓。已经百家姓了。百家姓了，嘘，不要讲。有头啊？有没有看到？注意看哦。他有去受过潜水的训练，所以你用棍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嘘，不要讲话。很大只，我们后面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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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很大只，真的。真的，这只可能会当吃咧三顿。你直接坐啊，咱之前才买三斤水鸡啊，吼。所以咱中岛看这块，看这只，就气味感染三斤水鸡吧。你以为田鼠哦？卡手不要紧的，中岛看这只，卡手不要紧的，看这只要背三万分。我们今天的午餐就是靠这只的，靠这只的。已经爬快爬出来了，不敢出来。对啊，我俩先差。你手真乖。手真乖。他不会出来，他就是不出来。你是主角呢，你不穿这个影片是没法接的。没有办法接，没办法接。你女儿可能整片马剪光了。嗯、他在憋气啊！别有结婚的，你别潜水啊！还有潜水的训练，不要紧啊！还有两个呼吸啊，还有背氧系统的，嗯，没有，现在就尤其是已经爬到路口了，真的看得很清楚。然后看到吗？有啊，刚刚我看到他，你们在房口的头前啊。差不多要出来挡袂住啊！挡袂住，再肿起来。水已经陷下去了。原来很简单，拿个圆锹从后面他屁股后面戳着，他就下不去，挖出来就好了。五八那边有圆锹？没有，我今天没有带。啊，你没带哦？你上次带来，这次为什么没带？上次不是要去干嘛？你不能让他有呼吸的机会，水都不要让他没有啊！
你先偷看他一下，他又吸两口气，又可以再憋更久。好，不要让他看。已经拿氧气瓶下去了。对啊，因为他不出来啊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他出来啊。他在这边。应该是洞是在这里。哇，你看，老鹰哥来了！哇，你们那只，哇，这头那么硬了、啊！哇，这个尖尖的，没出去，没有那个叫什么，没有那个。你用的我用卡卡粘的。哇，鸡尾的，啊不，鸡尾翘出来这样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我告诉你，有看到头哎。对呀、啊。不够啊，还不够轻。那是不是挂了、啊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挂呢？别傻。不够深，这样没到。又再深一点，因为它在底下。不要出来的时候两节。嗯。有吗？有吗？有。你挂不掉吧？还在那边呢、啊，还在那边、啊。还在那边，有没有看到？真的吗？那头。真的吗？有。啊，没有了，跑下去了。你挖起来看看。那个不是吧？你靠下去了，跑下去了，看错了，不够轻了，跑到底糟糕要逃行啊！哇，下骹拢要打，哦，这头够顶，对啊，够顶了，换一个洞，换一个洞。好了啦，要不要过来去了？还换个洞。真的、哦，好啊。对啊，这是我们车泊的乐趣了。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里的蟋蟀哈，每一只都很厉害，不是很会憋，看到了头它就是不出来。嗯，每一个都很聪明。你讲太大声了，我录进来了。至少我们把这一桶水稍微快完了，这里再一个这个洞。灌不出来就是歪出来就歪出来。不要逼我拿啤酒来灌你们。看来是真的没有用啊，不出来就是不出来。对啊，没有，要等很久。好，那个灌不到，我们下次再找其他地方灌给你们看。